喂，听得见，听得见，听得见。哎，香港怎么样啊？还好吧，好地方来的香港。哎呀，你可是我们学校第一个自己跑去香港的，进城墙。不过，怎么说你也算是个香港人吧？到时候你可别哭哭啼啼的跑回来啊。放心吧，不会的。哎呀，你让我跟他说两句呗。哎，等会儿林飞跟你说两句。哎，你给我们说两句广东话啊。我现在还不会，但是我希望我以后会的吧。是要什么呢？咖喱，咖喱鱼蛋吧。OK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我是来自香港的张宇。遲少少啊，有拖機擋阻住曬。喂，早晨啊，大家，今集我哋嚟講一講雙非兒童嘅身份。雙非兒童咧，大家都知啦，係生喺香港，但父母雙方都唔係香港嘅一類人。咁咧，阿顧生，我想問下你，喺你睇嚟，點先至係算係香港人呢？哦，咁我覺得咧，香港人首先就係要識標準嘅廣東話，因為講唔準標準嘅廣東話，又算得上係啲咩香港人呢？該請問有冇紙巾啊？有啊，啊有啊。哦，唔該唔該。啱啱嚟香港啊？你怎麼知道？冇，直覺咯。你是本地人吗？还是你跟我一样？唔好讲咁多啦，快啲食啦，冻啦。我系嚟自香港的张宇轩。件事咪就系咁咯。哦，咁啊。诶，等一阵，等一阵，我去买啲嘢食。好，去啦，去啦。唔该。买咗咩啊？珍珠鸡咯。哦，识食喎，行啦，行啦。唉，其实我都唔知佢做紧啲乜嘢咯。其实喺呢度。哦，原来咁啊。翻学。嗯。唉，真系我真系唔知哦。不过呢次都系过去啦。就系咁咯。离佢啦。哦。嗯。你睇下，
呢度就系我觉得香港最靓嘅风景啦。呢度我同你讲啊，下次同你去睇更好嘅景好冇？行啦 ，Honey。收声啦。唔该，攞埋呢张睇下。你自己看吧。喂，喂喂喂，喂喂。哎，唔好理啲人啦，讲笑嘅啫，系咪？呢啲咩蝗虫？你够啦！你想过天天被人叫蝗虫的感觉吗？像我这样的双飞儿童，连他妈做人都不配。如果我不属于自己身份证上的地方，也不属于我土生土长的地方，你告诉我，我属于哪里啊？我喜欢有什么用？我想来有什么用？我广东话说的再地道，都不是这的人。找我干嘛？纪念啊！别劝了，没准我就真该回去。嗰句嘢点讲话？因为一个人而喺一座城入边揾到归属感，而嗰个人唔系其他人，系你自己啊！The strings of my heart and made it sing again. I hope you dream a thousand dreams of me. All things we've planned doing together、and if you doDream my whole life through. A thousand, a million, a zillion dreams of you. All right. Thank you.
hope you dream a thousand dreams of me. All things we planned, doing together what we promised to do something together. And if you do, I dream my whole life through. A thousand, a million, a zillion dreams of you.